桃主不在的关心，最新的现场就在台中和平的台八线77公里处，大约在林府桥路段。昨天晚上因为台东瑞士6.4的强震导致边坡坍方，目前双向呢是完全阻断了通行。由于昨天晚上视线不佳，从今天早上6点开始，抢修单位已经进驻抢通，带你看一下现场最新画面。由于现场呢持续有落石不断滚下，相当的危险，原本预定7点会开放的古关管制站也已经暂停了所有的人车通行。而公务段表示，由于这个地点呢原本的土质就相当的脆弱，非常容易崩塌，尤其在昨天晚间地震之后呢，还是有零星的边坡坍方的情况，现在是先将两边拉起封锁线。另外呢还有警方在现场进行管制，一早6点抢修单位开始抢修，希望能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恢复通车。科普一下，水神呢跟病毒呢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呢会变成什么？变成水，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。那一天使用个1000次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。那家里有小孩的、孕妇的都可以很适用。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？请上快点购，输入我的推荐代码就会有折扣哦。